距的拧转，不要一整个动，不要一整个动。脊椎一节一节的，一节一节腰啦，脊椎很难的，就是腰啊。当然会牵动到脊椎嘛，但是脊椎的拧转度其实是没有那么大，是腰。啊，腰要一节一节的，一层一层的拧。啊，好，来，对了。